from a surfside paradise to a jail cell. After you kill Miss Wilson? The woman accused of murdering a suspected romantic rival, now finally in custody. Ready, go! 一本正经聊案件，开开心心做视频。大家好，这里是办公室瞎聊，我是瞎聊阿姨，我是瞎聊小妹，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记得点击订阅加关注，谢谢大家的支持。整容的大多数原因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美，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但也有人整容是为了让自己变得不一样。美不美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别人认不出来。今天我们并不是要聊整容失败的案子，我们今天要聊一聊的是这位整容杀手，34岁的凯特琳。2022年5月11日，德州奥斯汀25岁女孩安娜被发现身中数枪，死在枫树大道东奥斯汀朋友的公寓中，引起周边轰动。I come from a mountain biking background, so I feel confident that I'll be able to handle the gravel sections on that bike. 安娜是一名专业的自行车运动员，平日里乐观外向，热爱运动。当时正在参加当地的世界级自行车赛事。她从旧金山出发，待在城里，然后在接下来的周末会在西科参加一场自行车比赛。在奥斯汀，她会了她的密友，两人一起游泳，一起逛街，一起吃饭。就在被杀的前一秒，安娜刚刚约会结束，回到家中。这样的她怎么会遭人杀害？而且看起来对方还与她有血海深仇。调取事发公寓隔壁楼的监控，警方很快发现了端倪。凯特琳的黑色汽车被拍到曾停在公寓楼附近。凯特琳·玛丽·阿姆斯朗来自奥斯汀，34岁，曾犯过盗窃罪，以前就被警方下发了搜查令。看到这一可疑情况，奥斯汀警方于5月12日用前一次搜查令将凯特琳带回警局询问。警方对凯特琳播放了她的汽车当天出现在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凯特琳没有辩解，承认那是她的车。但面对警方询问她去那里的原因，凯特琳闭口不谈，无法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审问时情况的确对凯特琳非常不妙，但因为搜查令已经过期，作案手枪也下落不明，警方没法对凯特琳继续扣押审问。而他们没想到，等几天后他们清理事情的来龙去脉时，这个女人仿佛人间蒸发了，从美国国土上消失了。警方称她删除了自己社交媒体账户，而她的男朋友告诉他们，自5月13号以来她就没有再见过她。他在 Strava 上的账户仍然是公开的，并显示他最后一次骑车是在5月11日，也就是安娜去世的那一天。 Strava 是一个在线的自行车和健身平台。接下来的几天里，警方得到了两个非常不利于凯特琳的证据。一名匿名举报人对警方透露，凯特琳与死者安娜的关系非常微妙，因为两人曾共同交往一名叫柯林的男友。凯特琳在得知安娜和柯林谈恋爱之后勃然大怒，那是因为安娜和柯林曾经度过一个愉快的约会。柯林骑摩托车来接走安娜，两人一起共进午餐，下午一直在海里游泳，之后又买了汉堡。而当时柯林对一直分分合合的凯特琳撒谎，声称自己在帮一位朋友买花，手机快没电了，想要骗过凯特琳。然而凯特琳却用装在柯林手机里的一款自行车应用程序发现他和说法对不上。柯林·斯特里克兰也是一名职业自行车手，在2021年10月之前是凯特琳的长期男友，但在这之后这段关系短暂中断期间，柯林遇到安娜并与其交往，但很快又与凯特琳复合。然而另一名匿名消息表示，凯特琳有一把枪，看起来和警方正在寻找的枪支匹配。匿名消息表示，柯林曾买过两把枪，一把留给了自己，一把给了凯特琳。出事地点附近的邻居也在后来发现，在安娜死去的前一天，凯特琳也骑着自行车出现在公寓楼附近，连续两天出现在事发现场，持枪，曾是情敌。这大量的巧合情况都在指向凯特琳和案子有着关键的联系。然而等到警方准备逮捕凯特琳的时候，他们却发现联系不上她了，她的家里没人，工作的地方也没见她去上班。而当警方查询凯特琳的那辆黑色越野车的去向时，他们发现在几天前这辆车被凯特琳以12,200美元卖给了奥斯汀当地一间汽车经销商。这下子警方急了，凯特琳是准备开始大逃亡吗？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5月14日，
凯特琳出现在奥斯汀国际机场，在那里她登上了飞往休斯顿的航班，然后飞往拉瓜迪亚国际机场。5月18日，凯特琳被发现在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转机去纽约。彼时，警方想要联合纽约警方拦截凯特琳的计划很快泡汤，因为凯特琳又买了从纽约飞往哥斯达黎加的单程机票。虽然给海关那边提供了共享的通缉令信息，然而迟迟未传回来的消息让警方相信凯特琳凭借着某种方法成功离境，踏上了哥斯达黎加的国土。就是说他已经逃到哥斯达黎加去了。对的，虽然就是其实警方已经要求边防警察去协助了，来不及。凯特就是消息那个传的消息传了传的慢，人这个行动更快。对，然后凯特琳他有一种特异功能，让他们不知道那个是他。易装整容、整容已经整完了走的，已经整完了走。哇。我还以为他可能是带着那种易容的那种，他一边走一边整，就今天动一点，明天动一点，然后就到这里动一点，然后到这里动一点。所以你不知道他就是最后终是什么样子，就可能今天和这周和上周是两个人，对，几天之内变卖家产，带上行李，异国逃亡。显然，凯特琳知道她离开美国后的巨大优势：美国警方在海外没有执法权，想要在哥斯达黎加抓到她，他们得花成倍的金钱和精力。而人海茫茫，只要她能够将隐身计划做得再周密一些，不使用护照，那她可以在异国他乡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刚开始，凯特琳的确是这么做的。她到了哥斯达黎加的一个拥有仅3000人口的小镇圣特雷莎。圣特雷莎是哥斯达黎加一个受瑜伽修行者和冲浪者欢迎的沿海小镇，在那里他化名为阿里，开始低调的生活。他剪掉长发，留起齐肩短发，还将红色头发染成了棕色。他尽量减少和当地人之间的交流，因为虽然人在他乡，但他的突然到来仍然会引起当地人的好奇和猜测。凯特琳不想让这些聊天成为祸端。不久之后，她搬到一个离海滩很近的 B&B， 为了省钱，她住着八人间的上铺床位，也尽量减少外出，担心手上的钱会用完。她开始重操旧业，申请到当地的健身房当瑜伽教练，但健身房不敢要这个没有工作签证、看起来非常孤僻的人。不过，在凯特琳的努力下，终于健身房给了他一份兼职，他可以每周带几节课，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但孤僻的凯特琳仍然让周围的人感觉到奇怪，人们称他为奇怪的孤独者，总是独来独往，每天很晚起床，起床后狂喝咖啡。他的这个整个人也是蛮奇怪的。对，他不跟人家讲话吗？讲话会暴露吗？那他不讲话也会引起人家的，你像他已经，人家已经觉得他很奇怪，他喝很多咖啡，他不参与社交，就是你，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逃亡，你就正常，你不要变得太奇怪，你特别孤僻也会被人引起人家注意，你特别显眼也会人引起人家注意。但是这个小镇本来就没多少人，所以你越孤僻更奇怪。性格就是比较孤僻，就他们可能左邻都认识右舍的，就这个镇、对，然后你突然来了一个人又不融入集体，你不是很奇怪吗？最终有人开始怀疑他是一名逃犯，他们偷偷翻了他的储物柜，发现里面藏有两本护照，两本护照的主人似乎是姐妹，还有凯特琳做了整形手术的证据，那张6000多美元的小票。而有一次凯特琳使用假身份认证时意外被发现伪造身份，于是他们联络了美国警方，警方请求当地警察协助逮捕凯特琳。6月29日，在圣特雷莎的一家旅店被逮捕。逮捕时，凯特琳已经将头发剪到齐肩，并将其染成棕色，鼻子上缠有绷带，两只眼睛因冲浪而变黑。警方最初投来怀疑的目光，这是我们要抓的嫌疑犯吗？毕竟和通缉照相比，站在他们面前的女子面貌大不相同，不仅头发长度和发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脸上的五官也有不少出入。直到一名目击者提供给警方一张从凯特琳储物柜里发现的小票后，大家的疑惑就打消了。小票上写着整容费6350美元。
原来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捕，凯特琳居然仿照电影里的情节去做了整容，幸好跨国逃亡，到处隐身，改名换脸的凯特琳最终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如今凯特琳被引渡回了美国，以谋杀罪起诉，而经手本案的警官则表示，这次凯特琳的回归应该说是无比幸运的，他们刚好处在一个极佳的时机，看来凯特琳想让自己的脸变得不可辨认，而他们刚好在她进一步改变自己面貌之前找到了她，否则未来要从人海中找到善于伪装和欺骗的凯特琳会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为她之后就是完全不一样，完全另一个人了。对，而且她还在整容道、对嘛，我就说他们现在抓到，因为她还只是小整，然后之后越来越大。 对，但其实他说的那个什么发色和长度，这个是很容易的。警方如果没有抓到他的话啊，他准备去纹身，他准备把身体上脸上全部纹完、那你这样就辨别不出来了，看不出来了，完全辨别不出来了。那他们就没有 DNA 吗？没有DNA， 不是他也没有留下 DNA 呀、因为、对，他没有，他作案的，他作案的时候就没有留下 DNA。 他是对着他开枪，然后那对，他没有留下 DNA、对，不然的话，我觉得你的车经过了这里，但是车经过，我说车经过了是我的车，但是呢，车现在不是我的了。对，人家那能说得通，说得通。不然的话，因为你想，你有 DNA 的话，人再怎么变 ，DNA 不会变。科林的律师代表他发了一份声明，他是这样说的：我对安娜的死感到非常的悲痛，也对调查期间出现的事实感到震惊。我无法开始想象安娜的家人和她的朋友所感受的痛苦，无法充分表达我自己接近这一可怕罪行的遗憾和折磨。对不起，我根本无法理解这场深不可测的悲剧。虽然这对任何关心安娜的人来说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但我想让你知道，自从我得到这个可怕消息之后，我就一直和调查人员充分合作，我会继续这样做，直到正义的伸张。作为对先前报道事实的澄清，安娜和我在2021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那段恋情只有一个礼拜，所以他就和安娜分手了，他又和凯特琳复合。就是在凯特琳他就是无缝衔接嘛，就是，哎，对，凯特琳分手之后，就马上来一腿，来了来一个，对，然后之后立刻又去了，就等于说两个人闹个矛盾，我中间分手了，我也不闲着，我也赶快对，但渣男，我跟你说，渣男是什么呢？他在和凯特琳复合之后，他和安娜还保持着好朋友的关系。他是这么说的：虽然他只是在比赛上看到了安娜，但是他如果见到安娜的话，还是会和安娜一起去，心脏扑通扑通扑通跳，对，然后去逛街 看电影控制不住自己，游泳啊，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所以凯特琳就想了报复。还是也是渣男吧，渣男。柯林说对安娜的去世表示深表悲痛，渣男，他悲痛个鬼，自己没搞清楚吧，借在两个女人之间跳来跳去，我觉得他肯定很享受，非常。那他现在就更享受了呀，一个死了，一个进去了。希望他的余生能够在这个良心的谴责中度过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记得点击订阅加关注，谢谢大家支持，下个视频再见，拜拜。